这不是病，只是他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，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了，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